您的目标是到达出口，并且同时避免陷阱和怪物，并且一路上收集黄金。让我们收集一些黄金，左击一个方块，左击，让你主角移动到那里。一意味着陷阱紧挨着这个方块，陷阱可以在一的四周的位置，包括在这条线上。我们知道这里肯定有一个陷阱，右击以设立一个旗子来标示这个方块。二意味着有两个陷阱紧挨这个方块，紧挨，右击也用一个旗子来标示这个方块。意味着只有一个陷阱紧挨这个方块，因此没有旗子的方块绝对是安全的。既然我们知道这是安全的，所以点选左键来翻开这个方块。OK， 哇，你的主角可以斜线移动，点选移动到这个位置，酷哦！钥匙可以打开门，点选钥匙把它练起来。练起来是怎么回事呢？有了那一把钥匙，你可以左击打开门。OK， 好，我们已经知道一意味着就只有一个陷阱紧挨着这个方块，右击，然后用旗子标识。OK， 既然一意味着只有一个陷阱紧挨这个方块，那么没有旗子的方块肯定是安全的。既然我们知道是安全的，按左键来翻开这个方块，键可以打败怪物。左击这个键把它练起来，请问练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因为你有一支箭，你可以左击怪物打败它。OK， 酷哦！镐可以去除泥土跟石块，左击这个镐把它练起来。左击您仓库里镐的图标，查看镐要敲打的地方。镐不能从这里挖到石块，左击到移动到石块的旁边，左击您仓库镐的图标，查看镐要敲打的地方。为什么只讲镐而已 ？OK， 哦，现在我们已经足以接近石块，所以再次左击镐来使用。现在你已经清通了道路，左击出口进入下一次。要过个毛啦！噔噔。掏金器吗 ？OK， 奖励箱查简观看简短的视讯广告，并选择下以下项目开始游戏。我只能说不用了，谢谢。我要来靠我自己的能力。等级一 ，OK。这一关这么长，哎，我等，我体验到什么？那里 ，OK， 所以说，可以拖动它，所以，还被我找到一个炸弹，很好，真有山山也太危险了吧，我怎么有点不想去那？看来都是
个安全的地方。哦、oh! ，完全意我看来是意味着我安全的走过来。这是不是试炼呢？试炼。好，走了。哎、欸，我没有要你。哎、欸，喂，我只有让你翻开它哦。哦。安全的，加油！这是你的试炼，试炼啊！你搞不懂什么是试炼吗？好啦，什么视讯广告啊？好吧，还是不用了，没有任何好处。OK， 好。很显然，我们要得到那些钱跟稿子，很显然我们需要一个剑士。可是你觉得我现在会选上？但是不会，哎呦，有一个在那边，怎么不能这样双击？这样不行哎、欸，他就是增加人的负担吧？哎、欸，钥匙，很好，我来了。哦，这个是有点危险啊！我在这里，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觉得这游戏是偶尔让我们轻松一下。摁什么摁啊？我按的那么好，说你摁，何必细啊？冲啊！好，走，我看我们需要。OK， 我本来以为我们需要那个稿，可是后来搬好像不需要，所以 Yes sir， 我们走吧。Yes， 噔噔噔噔噔噔。登登登登登终于过关了，谁告诉我为什么第一关会这么难呢？好，我们走。喂，这样你还要摁？这什么、啊？我觉得你不称职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地图哎、欸，哎，你，我觉得你不称职啊！你知不知道怎么掏金的？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？卓别林呐、啊？你在那边弄好就行了，你干嘛还要再绕过来？你不要受伤哦！我看你这个 SB 绝对会弄到的，有没有？好吧，我看我上来了，觉得那边有点危险。OK， 好，来这里。Oh my god！ 哎呦，有没有看到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就是真正的玩家才会的。然后你看，我还找到东西了。药可以吗？我觉得有一点危险。哎、欸，炸弹，是炸弹。好，我觉得我们要下来。哦，比较顺利了。现在，哎呦，我不要说，我人人满你奴。我要复活，不要。